来到今天的粉丝互动环节，首先让我们有请上海 EDG 合创汽车的五名队员来到舞台上，有请。好的，让我们再次感谢现场观众们的热情。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幸运观众来到舞台上，有请。拿着 EDG 的应援手幅，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战队和队员说的呢？请站在我身旁。今天咱们 EDG 打得非常棒，然后上单阿乐在关键局然后替队友承受了大部分伤害，然后今天乌兹时隔多年又重新掏出了他的那个 VN， 而且发挥得非常好，也感谢乌兹给咱们献上了这一场精彩的比赛。好的，谢谢，请允许一份你喜欢的礼物。今天我们这场 BO3 看的真是来到了，看到了，看赚了。好的，可以一起合影报道，一起看向摄像老师。我在路上 OK， 先试一下能不能上。3 2 1，好的，谢谢，直接拉我就行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幸运观众，欢迎来到主场观赛，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战队和队员说的？准备了一下是吧？就今天能站在这里说明大家赢得了比赛的胜利，今天大家都打得太棒了，谢谢阿乐、杰杰、风风、UZI、Miko 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比赛，能在现场看到 UZI 选手的维恩真的很幸运。我是从重庆过来看的，老朱有号没？老朱没号，我给你借一个。这比赛已经很久了，这中间有选手离开，也有选手加入，不变的是野辅。希望赵礼杰有时间就是看看他的脸，希望他一直相信自己，快乐游戏。赵礼杰就是最好的打野，身体健康。最后还是希望你别急，你们在找四个，你们只有四个，希望之后还能在西安看到大家。我来不了。我朋友说我给 Miko 带句话，你们这只有四个，希望 Miko 选手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。没小度人上不来是吧？竞技状态越来越好。我叫下节奏。好的，感谢这位粉丝的 OK， 我去叫他。就最后希望他、还有一个小心愿，就我一个朋友又心想要杰杰祝他天天开心，今年暴富。祝你的朋友哪又轻又轻又轻，想让杰杰祝他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他的朋友叫又轻。又轻祝你天天开心，然后天天快乐吧。好的，谢谢杰杰，也请我们这一位粉丝请领取你一下的应援礼物。绝对是想 Miko 带上合影是吗？对，好的，Miko 选手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，我们一起看向摄像老师，三。他快打完了。二，一。我们待会儿大乱斗。好的。不是大乱斗。谢谢。待会儿那个。谢谢。紫豆电枪吧。对，可以把你的礼物，稍等一下，对你的礼物。好的，谢谢。让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幸运观众来到舞台上。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战队和队员说的？首先恭喜 EDG 让1追2赢得今天的比赛。然后我是 UZI 的10年老粉，然后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现场能看到狗子的维恩，然后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我来，然后我很激动，然后再次把我的好朋友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也很激动。节奏马上打完了，我们先打会儿石头呗。大家一起祝福一下，送给我们狗子，然后我们狗子就是最棒的。来吧，然后我们狗子每次送祝福都什么意思？狗子身体能叫了，我都没叫。我也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，所以说，希望。可以越走越远吧，然后梦想一下更远的地方。然后我有个朋友是 Fofo 的粉丝，然后上的 Fofo 想要跟他说一句，Fofo 加油，然后你第三把的表现也很亮眼。我也有。然后最后是希望狗子能给我来一个神的赐福吧，希望我可以暴富，暴富，全要暴富。希望你可以暴富，是吧？对，UZI选手。这样吧，今天你的话题当中也谈到了这样的健康的问题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UZI 选手可不可以对他有一些祝福，包括健康问题也好，他想要的暴富也好。我先调一下这个圈圈是吧？圈圈，祝圈圈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。能不能祝一下老胡？好的，谢谢 UZI 的祝福。夫妇的，我可以跟 UZI 选手合个
可以，你可以站在选手的身边。永德不败，品带着。我们一起看一下摄像老师，三、二、佩神一，国服保底好的，谢谢。没错，我也没错。对，也领取一份你想的应援礼物。好的，谢谢。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好的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幸运粉丝来到舞台上。哎，我点没点外卖、啊？这个带着是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吗？啊，经典啊，这个是一个大黄的粉丝，我也注意，然后画了一幅画，再注意一下卢老板有点不适，跟夏露组合好的，不能区别的。说就是谢谢老板。首先恭喜 EDG， 然后拿下这场比赛。为什么上个月永远不行？就是最好的祝福。我是今天早上坐早班机，然后来的西安，然后明天还要回上海，然后但是我觉得，哎，大王这场看得太值得了，然后能看到小狗的维恩，然后真的太精彩了。最后我想跟小狗说，就是加油，已经说了很多了，希望小狗能注意身体。然后最后想跟阿乐选手说，就是你不开美颜也很帅。好的，可以去领取一份你喜欢很帅。好的，可以去领取一份你喜欢的礼物，是要拿着应援和下路双人组合影是吗？这幅画今天也是画直了，大家都画直，看向摄像老师，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幸运粉丝来到舞台上，马上。哎，他妈都要打完了，他等他吧。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战队和队员说的？可以，我想，可以看你们。我想对剪子豪选手说，很开心你回到这个比赛现场来，纯废物，您加油。不是以解说，不是以嘉宾，不是以领奖，领奖的身份，把把杀三十四，就是以这个选手006号身份回来现场，我们真的很开心。然后。从 S 三关注你开始，然后 S 六我们的诺亚粉丝后援团成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亲眼见证了你的成长，然后也看着你就是这么激动，对于电竞选手这个身份的虔诚，所以和敬畏之心，所以我们作为你的粉丝非常的骄傲，然后想说不论这个赛事的结果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我们作为你的粉丝就希望你大步的恣意的往前走，然后作为你的粉丝来说，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站在这个赛场上，你就是一枚符号，一个印记，我们就有信仰，我们的青春就不会散场。然后也很开心，就是这个赛季能够看到你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。你跟你们的野狗组合可以一直站在一起，一直在下路。好了，其实我有看到 UZI 选手里已经有泪水在打转了，刚才这一位粉丝有没有什么想对他回应的？感谢我大家的支持吧，然后也很开心能够重回到赛场，也希望能够下一次再来到西安这个赛场。感觉那个年代的瑞兹应该是不错的，下次再来西安主场。好的，谢谢，可以领取一份。然后那个，因为很多游戏也到赛季末了，可不可以让小狗祝我上分顺利？可以，祝小林里上分顺利，然后早日冲上王者。哇，非常上分的祝福，请领取一份你喜欢的音乐礼物。可以，可以，请我们一起看向摄像老师。就是你看吧，看到没有？我给你们三、现在没事，给你们教学一下吧，给一些新手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炸弹它不是你看的。小姐姐她没有拿礼物。好，我们看到有一位小姐姐可能没有拿到我们的应援礼物，请在赛后呢和我们 EDG 的工作人员联系。也再次恭喜我们的上海 EDG 合创汽车拿下本局比赛。我们的粉丝互动环节已经就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精彩的 Spotlight。Sammy， 这炸弹人就是英雄联盟。